两个星期前，击打中有一名即将退休的反黑族警官，那怀疑是被黑道复仇追杀，结果就在自己朋友的住家遭到枪手连开四枪，当场毙命。今天凌晨3:25左右，雪州书邦再也也发生了一宗警员被杀的案件，而最夸张的是啊，案发地点竟然就发生在警察局里面，结果一名独自驻守在警局的巡捕长就遭人开枪跟挥刀砍头，当场惨死。雪州书邦再也这座位于滇乌的警局在命案传出之后，警方马上封锁现场，并在今天早上进行地毯式搜查。警方将以恐袭、寻仇等多个角度展开调查，并且全力追击凶手下落。雪州总警长表示，初步调查相信警员是死在自己的配枪下，而枪支相信已经被嫌犯带走。Memang dia masuk untuk menjerakan anggota kita satu tembakan daripada pistol anggota itu sendiri dan melarikan pistol tersebut。另一方面，政治部反恐组主任阿约翰指出，暂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坠机命案和 IS 有关。